前妻有空姐林依晨之称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艺人钟欣桐与台湾有一届王阳明之称的赖鸿国，早前在洛杉矶举行婚礼，获得不少网民送上祝福，同时亦有网民留意赖鸿国前妻有空姐林依晨之称的赵小薇 Ivy 一举一动。 Ivy 近日30日又在社交网上载了一段文字，表示在纷扰喧嚣中，神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假，哪些是浮云，哪些是永恒，仇恨来自于狭隘的心胸与停滞的心灵，我们该选择相信一个人的品格，而不是鼓吹旁人的言论。感冒终于有好一点了，可以天天天蓝吗？结果发完引来网友不少议论，这点词言似是意有所指。其实赖鸿国2016年与赵小薇结婚，但只维持了仅仅半年便分开，赵小薇就经常在社交网上周游列国的相片，她遍获不少国家，并经常在社交网上载风景和吃喝玩乐的相片，生活似是相当愉快。